王俊杰跟陈冠霖在剧中终于结婚了，本来以为会过上好日子，但没想到江宏恩也来凑一咖，硬邀陈冠霖出来吃饭，来一场血腥的鸿门宴。白色的衣服上流出鲜血，陈冠霖不幸中枪，命危时要老婆王俊杰唱一首歌给他听。我唱歌就拍听，你卖唱。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机会不散。最后，陈冠霖在老婆的歌声中回想起结婚时的点滴。剧情虽然很悲伤，但拍摄的幕后花絮也很吸睛。明明要拍照，但王宇杰还一直动，让陈冠霖忍不住翻了白眼。王宇杰还大吐真心话：“你知道，八天档结婚不是好事，拍戏结太多婚，害我本人呢，就是对婚姻没有什么期待。因为真的是每一次结婚，不是老公开始家暴，要么就是老公劈腿，要么就是老公不爱我。婚纱穿到最后都没感觉了，但剧中才一结婚就面临永别，剧情也让观众很揪心。”三立新闻吕少伯、李慧台北报道。